二，爆破前的准备。入警前要填写爆破工作指示单，经班组长审批后签章。到井下爆破材料库，凭爆破工作指示单和放炮员合格证领取爆破材料。将雷管和炸药分别装入不同的非金属容器内上锁，运送到工作面附近的顶板完好、支护完整、避开电气设备和导电体的安全地点，进行起爆药卷的装配。